陆红雪，你的手还能握刀吗？应该不能。那现在就是我们下手的最好时刻了。对，呀！ 游戏已经结束了，你走吧。不要逼我再杀人。 哇，你这么可怜呐！不用怕，我收留你了。相聚楼，老兄，应该是你让开还是我呀？你，请。 阁下请留步，恕在下冒昧请教，阁下是不是今天才到这里的？在下奉三老板之命，请阁下明夜移驾过去一叙。三老板是谁？万马堂堂主。 马空群，三老板吩咐在下，务必要请阁下赏光，否则在下回去也无法交代，就只有站在这里，不走了。很好，有性格。 你就慢慢等吧。你来了，我已经等了很久了。只要你能来。 无论等多久都值得。我是你娘的人，所以也是你的人。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能办到。我需要报仇。你娘只教会你仇恨两个字。可是我觉得，你最需要的是爱。爱。来呀。你做什么？点灯。不许点灯。 我想看看你。不能，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不是一个难看的女人。你难道感觉不出来吗？我为什么不能看看你？因为，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了，在别的地方看到我的时候，神情难免会改变。我们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和你之间的关系。 可是以后我总会让你看到的。只要在这件事情过了之后，你随便要看我多久，都没有关系。
你的手现在不应该用来拿刀。我的手只是用来拿刀的。现在应该拿别的东西。不行。 好一个官渡万马堂！以你的身份，应该不必忍受这种事的。你如此委屈自己，目的是什么？等阁下，等我？哼，你等的是他。在下奉命来请的，一共有四位，现在只有你和他还未请到啊，所以你还不能走。是的，<笑>我们俩又不是什么绝色佳人。 请我干嘛？在三老板眼中，世上所有的绝色佳人也比不上两位这样的英雄啊！哈哈，我今天才知道，我原来是个英雄。但三老板就是个怎样的人呢？一个识英雄、重英雄的人。好，我喜欢这种人。他在哪里？我可以让他请我喝酒。在下正是奉三老板之命前来请两位今夜过去小酌的。<笑>小酌我不去，要大喝才行。<笑>万马堂藏酒三千担。 阁下尽可放怀痛饮呐、啊！既然如此，你想让我不去也不行了。多谢。你可以回去交差了。今天晚上，我保证他和我一定会坐在万马堂里。哼，他真的会去吗？他也没说不去啊，他就算不去，也是我的事了，已经没有责任了。多谢两位英雄，今夜再见。 啊，一定要见！哎呦，这是万马堂的，好厉害啊！今晚不去肯定是你的损失，不是偷来的，是你孩子送的。 马就得每天都骑。这不是老金家的驴吗？怎么这家伙骑的？哎，他究竟是谁呀？这王八蛋！让开！马家大小姐又来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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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告诉你，我就是文明关东一带的采花大盗。哎，叶开就是我。哎，哇，好结实！哇，你的脚趾好难看啊！来吧。 屁股，你好坏！嘿，哇哇哇！这好厉害呀！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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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反抗啊？嗯，什么声音？嗯，是你心跳的声音啊！哎，你是开心呢，紧张？
还是害怕？踢爆你！哇，你来真的！金蝉脱壳！饿虎扑羊！嘿，我要吃了你这小羊！嘿，你最好把我杀死，不然你会死得很惨。我就先杀了你！嘿！啊！嘿！哎呀，你长得这么漂亮，我怎么舍得摔死你啊？讨厌！哎，大吉大利，给你这个小丫头急过了头。有胆你就跟我进来。萧叔，等一等，请坐。 你爹叫你来找我的，爹说今天晚上他请了几位特别的客人，想你也一块去，马上有车来接你。这幅卦叫我今天晚上不宜出门，我还是不去了。其实爹也知道你不会去的，他还让我来叫你，害我给一个无赖欺负。是不是他？哎，我的胆子虽然很小，但还是进来看你了。就是他。嗯。啊， 对不起，对不起，在下一向喜欢姗姗来迟的。谁是慕容明珠？在下就是慕容明珠，阁下有什么指教？我们堂主只要听你一个人，其他的给我滚出去！看谁敢欺负我们公子！ 请坐，请。没有人能带剑，辱万马踏。你莫非要我卸下这柄剑？拔剑呢？拔剑呢？ 不是很没面子。难道阁下手里一定要握着剑，才有胆量入万马堂？野老弟。 阁下身上从来不带刀剑吗？嗯，因为我不需要嘛。所以，没有人能带。
带刀进入万马堂，你不是人吗？你要走，你既然来了，就得留下你的刀。哼，要走，也得把刀留下才能走。这话是谁说的？我这把刀，说的是什么？ 有刀就有人，有人就有刀。我若一定要留下你的刀，又怎么样？刀在人在。好，我就砍你的刀！滚开！看我的！看我的！砍刀！滚！ 看我的！住手！欢迎傅公子赏光到万马堂，请。 我只看到他的人，我看不见他的刀。关东刀马，天下无双。这句话各位可曾听说过？关东刀马，莫非这刀和马之间有什么关系？25年前，武林中只有神刀门。 不知道有万马堂，但25年后的今天，武林中却已只知道有万马堂，不知道有什么神刀门呢？那只是因为25年前，神刀门的人都死得干干净净，却不知神刀门的人是如何死的，死在刀下。你们看。 25年来，万马堂的兄弟未曾有一日忘却这笔血债。25年来，难道堂主还未查出谁是真凶？没有。他们已杀尽了神刀门的人，本该是你们找他们复仇才对，他们为什么反而会先找上门来？神刀万马，本出一门，患难同当。 恩仇与共，那么他们又为何等到25年后才来找你们？25年前那一战，他们虽然把神刀门的人斩尽杀绝，可他们自己损伤也很重。哦，所以要等到现在，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才敢来找你们。不错，我明白了。堂主难道怀疑我们其中有一位？ 是那些凶手的后代。今晚夜已深了，围城又路途遥远，在下已为各位准备了客房。 但请委屈一宵，有话明天再说。哦，不错，有话咱们明天再说也不迟嘛。 弟弟，那个疯婆子又在唱歌了，已经唱了几个晚上。他究竟是谁？25年来，
我一直想见到这个人，可是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躲着我，现在他终于出现了。要不要我抓他回来？嗯，请他回来见你。不用了，我已经派了公孙段和云在天去请他了。就他们俩行吗？大家散开。如果真是你的话，你换衣服的速度真够快的呀。堂主，堂主，发生什么事了？堂主怎么了？哇，发生什么事了？哼，我正要问大家，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传令下去，把屁股上有刀伤的那个人给我挖出来。是是，走。不用，我也知道不是你。我不过是想过过手瘾嘛。小心砍了你的手指头。啊！原来是你。是你，原来是你，幸亏有你，你太不小心了。
这人虽是个飞贼，却是个最精明的飞贼。他对别人的观察必是十分准确仔细，所以我才特地花5000两银子请他来的。请他来干什么？请他来替我在暗中侦查，谁是来寻仇的人。为什么要找他呢？因为他和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别人对他的警戒自然就比较疏忽，他查出真相的机会自然就比较多。可惜他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就死了。错，他已经查出昨天晚上行刺我的刺客是谁。你看，那究竟是谁杀死他们俩呢？唐州，叶开回来了。各位早啊。难道一入问马堂休想回故乡这句话是真的？昨晚四更后阁下在哪里？我睡不着觉，所以到处逛了逛，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有谁能证明？那倒没有。哎，肯定是你，不然不会早有防备。放心。哪里逃？见少见，但不知武功怎样。看见。我行走江湖这么久，从没见过你这样的卑鄙小人。亏你武功有限。哎，我的武功是有限，但宰你还可以。你根本不配来见。去你的。谢堂主。不准动。花场主。是是，凭你的头脑要想取代我的地位真是易如反掌。没有，没有。不要说没有，一看他就是坏人。他妈的，原来是你。但以你的武功又是以卵击石。花场主，你很不幸运呢，昨天晚上的事被我全都看见了。你要还我。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无论是谁想从我手中把它夺走都得死。真的该死就不用生病。什么？还没吃早饭啊？好，吃吧。你的身手不错。哦，他比我强多了。你跟我来。那他呢？没，我不想做马家的驸马。你去吧。你来不来？来了。承让。看到了什么？高山、草原、大地。这一块看不到边际的大地是我的。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分一半给你，甚至我的女人。可是你应该马上走。走？我为什么要走？这个地方将会死很多的人，这个地方已经死了很多人，
而且都是些不该死的人。该死的是谁？有人认为该死的是我，还有人认为该死的是你。哎，所以怎么样？所以有人请我来杀你。哼，但是你却不想杀我。你怎么知道？我想你也能够看出来，要杀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你为什么不问我是谁要我来杀你的？不用问。为什么？要杀我的人很多，但是值得重视的只有一个人。谁？我本来也不能断定是你还是傅红雪。现在你能断定了？其实我早看出来了。公孙段，在，马上去找傅红雪，提他的人头来见我。好，走。堂主肯定他就是凶手的后代。如果堂主杀错了人怎么办？杀错了可以再杀。你不是很想见到我吗？我是不是很难看？你还没有看够。当你知道我的身份，你就会看不起我了。为什么？我是来要你的人头的。气死其实你们根本不是要我去杀他的，是不是？如果我用同样的条件请你去杀傅红雪呢，怎么样？你们不是说他暂时还不值这个钱吗？因为他刚刚杀了公孙段，所以马上升职了。那我等他杀了马凤群以后再接这笔生意。
那你可就没有机会喽，因为金背驼龙已经走了，去请陆小佳。快剑陆小佳？对，一把没有剑鞘的剑。哇，丑小鸭，我太想念你了。嗯，怎么了？你的眼睛有毛病啊？你才有毛病，讨厌！人家不干了，我要做良家妇女了。嗯。想不到我们的关系原来这么密切，转送给你才对。我总觉得动物比人好相处，比人更听话。再来好不好？回来。嗯，真聪明。嗯，哎，回来。原来是马家大小姐，在下叶开，拜谢上司冒犯之罪。哼，既然有内疚之意，那替我做点事就没有问题了。那要看做什么事了。把傅红雪杀了。什么？嗯，不行。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先弄死他。嗯，你这么残忍。他在看着你呢。嗯，这么普通的小鸟，你弄死他吧，我随时可以再训练出几百只来。但像他这样奇怪的朋友就只有一个，所以我绝不会答应你。等一等，我可以给你钱。钱不是万能的。哎，难道你和他的关系比我还深吗？什么？你抱过我，亲过我，调戏过我。幸亏我们还没那个啊。那么你想不想和我那个呀？都行。都行。千万不要行啊！啊，叶开，原来你又在引诱怀春少女！哼，他疯了，不要理他。你当然希望我疯了，你这个负心人！哎，这位小姐，我告诉你，半年前我比你更玉洁冰清，秀色可餐，可我上了这个坏人的当。我为了替他还赌债，甘愿卖身到杏花楼去当妓女。可后来我才知道，妓院是他开的。哎，不是啊。啊，里面那些妓女啊，全是他给骗来的。哎，你信吗？那你先听我说完嘛。你总比我幸运，因为你还没有上他的钩。错，他早就上了我的钩了。哈、啊，哎，你快点滚啊！你再不滚的话，我可就要揍你了啊！你敢？揍你又怎么样？你打我！哎，你负心人，我踢爆你！哎，对付这种女人，最好用这种办法。我们走吧。滚开。你真的相信他啊？我看错了你。你没看错我啊？你不是要我去杀傅红雪吗？不必了，有必要的话再来找我。想他再来？当然不是。哼，我够不够机灵？你真够机灵的嘞。Ha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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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你永远也打不倒他，他比你想象的强得多，你根本比不上他。你知道我一定可以杀了他的，他已经老了，太老了，老得只会流血。所以你就是杀了他，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你是不是在求我不要杀他？是，我是在求你，我从来没有求过别人。你以为我会答应吗？只要你能答应我，我就……你怎么样？随便你怎么样，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去做。好，脱衣服吧。什么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啊。真少见多怪，我也不认识。他怎么在鸡中心洗澡啊？这人可真不要脸了！你看他长得挺好看的呀。真是糟蹋这户人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怎么没有关系啊？他多好看呢、啊！热水，多些热水。热水来了，来了，客官，客官，热水来了。哎，别着急。你们以前杀人，是不是自己亲自动手？我们来请你杀人的，并没有请你盘问我们的底细。哎，你开的价钱我们已经付给你了，也没有问过你的底细啊。哼，可是我要的女人呢？香居楼里面多的是，真的没挑战一个？全部都不行。看看我行不行？合不合你胃口？大小姐，你是马家大小姐。你以为我在骗你？你当然不会骗我，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对我笑一笑。哎呀，你还不满意？因为我一向不喜欢笑起来像哭的女人。我笑的虽然不好，但别的事情却做得很好。你会做什么？那你要我做什么？我不是叫你陪我洗澡，不过是擦背而已。哎呀，真没想到啊！什么？嫌我买的多了？啊，不不不，小的没有这个意思，小的是绝想不到马家大小姐能替一个陌生人擦背而已。给小的脱衣服了。如果不是我来了，你会是躲在这里的人吗？你一定到外面看热闹去了。嗯，你说是陆小佳的剑快还是傅红雪的刀快？傅红雪的刀快，但我陆小佳的剑更快。你个老不正经的、啊、咱们看看。哎，傅红雪来了。就是他，就是他，帮我穿衣服。傅红雪，你今天死定了，陆小佳。
人呢？最讨厌别人插手，滚！傅红雪，今天的决斗到此为止。闲事是不是？去，他去上帝了，快追呀、啊！哎，为什么你不去凑热闹？谁说我不去啊？哎，我也去。哟，任场主，别开的飞镖。杀不到我爹爹，今天我砍的是假人，明天砍的就是他。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怎么能杀他？就是天涯海角，我也要把他挖出来。弟弟，不能让他找到。傅红雪，恭喜你大仇已报。叶开，你究竟是什么人？普通人。你问这干什么？因为我欠你一条命。喂喂喂，如果这个算法
法，两条命才对。我敬你也有份儿啊。好，有机会一定还你。还没走，我还没走，我更没有想到万马堂主会走。我做梦也想不到他会舍得走。你认为傅红雪能找到他吗？其实傅红雪是否能找到马空群，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因为我才是白天宇的私生子。25年前那天晚上，你也到了梅花庵。我的腿，我的腿，我的腿呀！白天宇，我让你全家死光！天宇不是全家都死光了吗？你觉得奇怪？你当这个骨牌匣子是我的手，心里会好受点？要杀你吗？你来不就是为了报仇吗？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喝酒会喝得畅快些。你想利用叶开的这两把飞刀杀谁？永远不会是你。你不会在背后袭击我吧？如果我要杀你，这么多年机会多的是。那你为什么一直没有下手？我要把机会留给白天宇的儿子，让他把你的头颅砍下来。进来。
不灵。阿弥陀佛，这位施主驾临必安，不知是享用斋还是求签。什么？你肚子不饿？那定是求签了。好，是44签啊。哎，下签呐、啊！看，血染白雪万恨尘，此仇不报心自焚，磨练千日神刀法，梅花庵里待故人。你怎么会知道的？佛法无边，善哉善哉。恨要用万恨去止息，大地受尽践踏都报以鲜花，所以哼，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刀不是砍在你的身上，你当然说得轻松。叶开，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总要纠缠在这件事里？姓郭，叫郭威，我也是那天晚上在这杀害你父亲的人。我一直在这等他的后人来报仇，已经等了25年了。我已经来了。现在我郭威全家都在这儿等你，我让一个人活着就不配做白天宇的儿子。
我父亲是不是死得很惨？你老子当年就是叫我从这墙上一脚踢去摔死的！杀光他们，嫁祸傅红雪。这样做太残忍了吧？无毒不丈夫。哎，你是说我不应该来？你当然不该来。虽然你我同是梅花庵事件的主谋人，但我们有约在先。事后大家永远不再来往，违者万箭穿心，死无全尸的，难道你忘了吗？我当然还记得，如果不是你派遣叶开在暗中协助傅红雪，他早就应该给杀了，你还怪我违背誓言。看来你真是老糊涂了。我有协助傅红雪的必要吗？为了你的万马堂，对我有什么好处？如果叶开是我派去的人，我还会让我的侄女一同跟着去吗？如果叶开真的不是你的人，那你应该谢谢我了。什么？我估计他现在正在跟傅红雪拼个你死我活。等两虎相斗完了，那时候我们再共同对付剩下的一个。叶开他们会上当吗？哎呀！哎呀！受伤了，三娘。是怎么来的？你觉得这铃声很好听吗？原来你不是聋哑的，快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一个坟墓。坟墓？里面葬的什么人呢？一个无辜的小孩子，他是怎么死的？你为什么不问我，是谁把他杀死的？我怎么知道是谁把他杀死的？哼，你知道？到底是谁呢？你开！哼，好刀法，快走！哎，哎，叶开！傅红雪！哼，叶开，傅红雪。为什么把郭威一家杀了？你太残忍了！你说什么？哎，你带刀啊！哎，不要啊！你知道我想怎么样？杀死你！哎
们为什么要停下？是不是都不愿意杀死对方？你们中了马公爵的一石二鸟毒计，所有的人都是他杀害的。哇，你怎么弄成这样子？我不用你抱。喂，他想死在你的怀抱，过来啊。什么？大声点，一定要告诉他。喂，听听他对你有什么遗言好吗？听听能有什么损失吗？交给你了。我已经查出武林第一家的庄主丁白云是另一个幕后的首脑人。啊？什么？是你姑姑啊？你们继续吧。谢谢你告诉了我仇人的消息。不用谢我。你还记得你到小镇上的第一个晚上吗？记得。你知道那个是我吗？我知道。告诉我，是谁杀害你的？你忘了他吧。你能不能再亲我一下啊？傅红雪，武林第一家丁庄主托我带个口信给你。什么口信？他要还给你一个公道。什么地方？万马堂。好，奇怪呀、啊。就是嘛，姑姑从来没有踏出过顺庄一步，怎么会去万马堂呢？我根本就不会点穴。这一招点穴脱身法是叶开教我的，万事万灵啊。傅红雪，我等了你很久了，我利用这段时间做了一样礼物送给你，看。手艺不错。嘿，把刀吧，今天一定要有人躺在这里。对，等我。嘿，
原来快剑陆小佳，应该叫双剑陆小佳才对。只有临死的人才知道这个秘密。现在该叫你梅剑陆小佳，对不对？需要的是公平决斗，傅红雪，你承认不承认？我没有输给你。问题。手啊，岂有此理，看他冒水狗，很好吃，谢谢啦，快逃。混蛋！
担心，我只是给他点了开心穴道而已，高潮一过自然会醒过来的。哎，你瞧，他们下的好开心啊！如果你也想过过瘾的话，我也可以帮帮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喜欢做公的还是做母的。我来了！哎！我跟他交手，我会发现自己的功力深厚。嗯，你看。 丁白云，我就是丁白云。哼，
我要看看你怎么还我的公道。你看，你知不知道我这张脸怎么变成这样子的吗？这是我自己用刀子割出来的，一共割了77刀。因为我跟白天宇这个负心人一共过了77天，当我想起那天的事，就在脸上割一刀，但那些往事却比割在我脸上的刀上还要令我痛苦。我恨我自己这张脸，若不是因为这张脸，他就不会看上我，我又怎么会痛苦终生？他说过他喜欢我的嗓子，所以我把他也给毁了，我要把他喜欢的一切都毁了。变态！你妈妈训练你来找我们报仇，他凭什么？她还不是跟我一样，同是被白天宇玩弄的女人之一。只不过我早一点被他抛弃而已，只不过他替他生下一个孽种而已。他有什么了不起？住口！不许侮辱我娘！你知道我是怎么对付白天宇的吗？人家都杀光了，再把他英俊迷人的头颅割下来，烧成了灰，伴着酒全都喝进肚子里，好让他永不超生。你这个疯婆子！算起来两条命才换半条命，应该没问题吧？姑姑你别怕，有我在，我求求你饶了我的姑姑吧。哼，黑精灵，我告诉你，不许你反悔。傅红雪，娘你也来了。不能让你的仇人求饶，更不能对你的仇人仁慈，不管你对他们怎么狠毒，都是应当的。哇，你连个残废都不放过啊！傅红雪，你不会吧？你快动手啊！啊，你先反悔呀！娘，动手！别开！先献上围墙，杀了他！好啊！这把和平之锁是特意为你设计的，喜欢吗？傅红雪，不要再杀人了！啊！叶佩，我没事。我早知道你不想杀死我。叶开，你为什么一定要插手在我的家事里面？你非
为什么一定要杀死他？你为什么不可以放过他？我全家十一条人命都死在他的手上，这件血债已经积了二十多年，如果他有十一条命，我就会杀他十一次。哼，你错了，因为他杀的并不是你的父母亲人，你和他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仇恨。你这话什么意思？因为你根本就不是白家的后代。我不是白天宇的儿子。问你娘，你不要听他的，他在胡说八道。你再胡说八道，我真的杀了你。你不会杀我的，因为我才是白天宇的私生子。娘，你讲吧，你不要再骗他了，不要逼他再做杀人机器了。娘，我求求你，你把真相都告诉他吧。娘，没错。我们不是成了仇人了吗？当年白天勇的夫人知道丈夫有了外遇，这个女人就是我。还有我，还有其他许多许多的女人。别吵了。姑姑，别再冲动了。这位夫人请检查去。白夫人知道我有了身孕，他却不动声色。直到我临盆的时候，他才收买了接生婆，用一个别人的孩子把白家的亲骨肉给换走。我的孩子当时，我虽然在昏迷痛苦当中，但是我仍然发觉了他们的卑鄙行为。我和他们抢，白夫人用孩子的性命来威胁我，并且给了我一个许愿，她答应我以后一定好好的把孩子培养成才。我在没有选择底下，只好忍辱就范。后来呢？后来他们把这个孩子送给了一个叫叶平的镖师抚养，但白夫人心里明白，以叶平的武功根本就不能将这个孩子抚养成才，于是她便将这个秘密告诉了小李飞刀李寻欢知道，恳求他收下这个白家的后代为徒。李寻欢了解到这个孩子的身世以后，从小就告诉他，仇恨所带给人类的只有痛苦和毁灭，不爱才是永恒的。当这个孩子明白要学会如何去爱别人远比学会如何去杀人更重要的时候，他才将他的飞刀技法传授给他。我原来只是一个连私生子都不如的野孩子。你不应该这样讲，一转眼就要离开这个仇恨的圈子，你应该觉得轻松才对呀。你住嘴，冯雪，潇洒一点吧。娘，不，我现在只能够叫你花白凤女士。对不起，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做你的杀人工具了。我恭喜你们，恭喜你们母子团聚，保重。慢，你就这样不要你的娘亲了吗？她养了你二十多年啊。叶凯，我不许你走。
保护娘。娘，你没事吧？不要管我，快对付马空群那个魔头。不是那么容易让我得到吧？哎呀，哎呀，哎呀，哦，骂得太大意了。哎，我打见你。哎，哦，叶开，你猜猜他藏哪儿了？在。去帮助叶开吧。哎，生离死别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要管我啊，你聊吧。喂，谁叫你多管闲事啊？哦，让我们血脉相通，运气上眼就可以看到。我知道了。哦，娘。娘，你没事吧？哇哇，小心连你也宰了。小心你后面。宰了你再说。你快看桌子上的血迹，他在一步一步的逼近你呢。马空军，不许你伤害我的侄女。那我就宰了你。不不还手拜拜。你们听说过吧，江湖上有两件宝物，金甲胄和龟乙，都落在我的手中，天下无敌，非我莫属，你们想要杀死我，真是谈何容易啊。白天宇啊，是死不瞑目吧。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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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安息吧。 你这个混蛋，现在一切恩怨情仇已经随着这些浓烟飘散四方了，你们安息吧。喂，叶开，要做的事做完，要讲的话讲完，要烧的东西也快烧完了，我们走吧。不，红雪，叶开，你还当我是朋友吗？不当。哦，我们怎么也该算是兄弟啊。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件小礼物，请留作纪念吧。<笑>那我送给你的礼物，你也不能拒绝哟。好，好极了，我要把它送给你。你说什么？你不能拒绝哦。哎，哈哈，从现在开始，我轻松多了。后会有期。岂有此理！我要隐形了。哎。 慢走，哈哈，现在宁静多了。好兄弟，珍重。 好好收藏它，以后不会这么幸运给我捡到的。这份礼物，我会永远珍惜，保存。后会无期。走吧，傅红雪，祝你早日找到真爱，连生贵子，儿孙满堂，三妻四妾，生意兴隆，身强力壮，横财就手，官长得意，最重要的是永无艾滋病。叶开，你太过分了。